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，默默牵手走过，你却将伞抛在风中，拥抱雨和我。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失恋的爱，何不再用臂弯把手轻轻放开。厉害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好不好？菜价比赛，菜市场的霸主，来，请看。一起来欢迎菜市场霸主蔡万玉来。哦，哎呦，欧巴风哦，是哦。天亮了，你睡了，在城。终于多深盖一百万次的美梦，梦中我想不起来爱上你的初衷，你用脚趾调皮提醒我，我安静你啰嗦，我冲冒你爱狗，我们间没有一见钟情借口，一杯咖啡过后留下心痛的线索，故事再度漂流在十字街头，想和你一起撑伞漫步雨中，默默牵手走过，你却将伞抛在风中，拥抱雨和我，我们完全不同却难以抗拒，说谎都很透明，爱情里需要的证据，矛盾却美丽，你就是你，我才能是我，彼此都是彼此的缺口。谢谢。基本上就是完整，唱的完整，也没有什么大的缺，稳稳的，稳稳的。截止一天能卖多少双啊？最高纪录一个早上做了11万。真的假的？一个早上？对。你在哪一个市场卖？那我要喝酒哎。你是刚好遇到军队行军吗？没有，他刚好遇到有一团，就他们全部都是蜈蚣。不是，白沙屯妈祖的店。哎呀，因为我们卖的鞋子就是比较平价，平价，因为家里只是做鞋子的。你在卖物件当中，你有真侪那个感觉，都有融入在你的歌曲里面。对啦，所以特别喜欢你那个很温暖的感觉。谢谢，生活历练。我来准备给分数，好像分数很高嘞。前面有个恩雅，现在定下来这个高标了哈。3、2、1，开。16.5哦，相当不错。由恩雅还是哦，暂时领先哦。女王之至尊啊，对对，那田丽儿现在已经不是什么滋味了。对啊，好，一起来看看录音室霸主来立下。他的名字叫房太厨，一起来欢迎录音室霸主房太厨。
太厨，所以他本身歌手吧？你是做是教人家做甜点的老师？教做甜点？真假的？甜点师？甜点哦，那你最擅长的甜点是哪一道？马卡龙，法式甜点。哦，马卡龙，马卡龙跟上面杏仁粉跟整个糖全部糖，所以那个顶一下被。对，好难。对，人家里面很有气质的一条蛋糕饼，很甜吧？太甜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？我有没有说错？他不敢，他刚刚有抖了，眼神不敢直视你。不要怕，你就直说吧。各位，他不是只有自己唱，他跟阿妹合唱过。哦，真人甄选去小巨蛋唱歌这样。所以你有站上去，这是你吗？真的哦。对啊，因为有比过三轮，然后最后三位就是中午去算是最后一次比赛，然后才知道哪一个人会上台。哦，不，阿妹很辛苦啊，她怎么难唱？因为她的那个声音，把她唱得很像气音，有没有？很像一开始很像那个李玖哲。其实气音很难唱，如果她能够用实音，那讲的骂声，骂声啊，杀出来了，骂声响了，骂声，骂声，听见我没听？骂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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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有？我是说，这样的话，你最后结束的时候，你收气音，这样的话，那个整个。那个表情会比较好。如果你全部都用气声唱，会很辛苦。三老师，能不能示范一下霸腔？对，霸腔。你给我这杯的哒哒哒哒哒哒，这是霸腔。霸腔。我是说霸腔到气声的。哦，从肉到气。哦，懂了，懂了。啦啦哒哒。哦。你不要。会容易散掉，这感觉会比较好。哎，来示范一次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那前面压缩要做足，我示范一下。喂，那五比五比啊！哎呦，爱对了哦，爱对了。哎呀，对那对不好，有时还对晒。两位一起来看看分数了，我好紧张哦，三。二一举牌，八分九分，哎呦，七，哎呦，意见相左，意见相左，他昨天给了一个九分，最高分哦。哦，好好，请回宝座，请回宝座。